慵懒的午后，和朋友相约到咖啡厅吃甜品、喝饮料，是很棒的享受。上个月，中原商圈新开了一间名为 Number 13 Cafe 的小店。这间店的外观是白色与蓝色搭配的地中海风。走进去后，整个人都会变得清爽。Number 13 Cafe 的招牌人物是北极熊。店内有很多与之相关的装饰。饮料、甜品也很特别，与店内简约的设计超搭，拍起照来格外好看。Number 13 Cafe 中最吸睛的饮料是蓝柑橘柠檬气泡饮。饮料本身是蓝色渐层色，里面还有气泡急匆匆往上冒，拿在手里，躁动的心都会平静下来。饮料中的冰块，是企鹅或北极熊站在浮冰中的模样。冰块慢慢融化，让人忍不住想到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。有人觉得这款饮料味道很普通，但拿来拍照的话绝对一级棒。